TVB 马来西亚星光荟萃颁奖典礼2016获提名最喜爱 TVB 飞跃进步男艺员的包括马冠东、铁马战车。咪住，六至七克重，新郎的妈咪唔见咗只戒指，唔通打中货车玻璃嗰件可疑物件就是嗰只结婚戒指？公公出宫，更加极可能是叛党的基定，我哋随时会翻嚟搜。走，咪住，王宁佢点啊？无可奉告。警犬巴打，系啊系，俾我撇甩咗佢啦！喺你后面啫。喂，你啊，点嚟啊？追嚟上玩，你喺边啊？咩啊？冇啊！仲话冇？爱回家之八时入席。虽然神哥唔喺度，但唔代表个节目可以 hea 做。如果个个都话呢样唔得，嗰样唔得嘅，做出嚟嘅节目揾下水睇啊！纯属意外。咁多地方唔走。是要走嚟呢度嘅，嗰几个南亚人就为喺呢度俾我杀死嘅。完美伴侣咩啊？你识死咩？你打伤人我告你伤人，你打死人我告你谋杀，你想点死啊？威色神探，呢间屋我都有份，我都系姓岑嘅。到时我会出嚟揾嘢做，一齐同家姐撑喺呢头家噶啦。请即透过官方流动应用程式 TVB Star Awards Malaysia 2016为各个奖项投票。神级演技都要有你 Magic 一票，将演技与魔法结合，选出你最喜爱角色。